Hello， 大家好，浪子走中国，用脚步丈量中国。我现在在辽宁大连开发区啊，看一下大连的城市夜景，非常漂亮。大连不愧是浪漫之都啊，连夜景都这么浪漫。这个视频我带大家来看大连的日本料理，按摩一条街。在大连的日本人特别多呀，大连有很多日资企业，在大连有数万日本人定居。看一下前面就是日本料理，这边也是日本料理，这边是日本的银座日式酒吧，前面还有日本的按摩，招牌上都是日文。这就是日式料理按摩酒吧一条街，这边也是一家日式的酒吧，满街的商铺上都是日文。在大连开发区有很多日资企业，所以日本人特别的多，有很多日本人会来这里消费。这边又是一家日本的按摩店，日式按摩，按摩会所，日本的银座。这边是日本的食堂，这边又有日本料理店，日本的酒吧，感觉这里就像一个日本的社区。这又是一家日本料理店，招牌上都是日文呢，看不懂啊，我还以为我到了日本呢。看一下这一条街，满街的商铺的招牌都是日文，太不可思议了，我还以为我走在东京的街头呢。你很难想象这是在大连呢，不知道的以为是在日本。整条街都是日本的元素啊，太不可思议了。这是两个日本人，我听到他们说日语。这里就是大连日本酒吧按摩一条街，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